由张恒、张翰、张钧甯等主演，黄天仁执导的都市暖伤纯爱剧《温暖的弦》目前正在热播。该剧自开播以来热度极高，话题不断，网播量已突破12亿。由实力派演员张恒饰演的人力资源池碧卡，化身时尚大女人，短发 OL 风，造型利落，气场全开。在《温暖的弦》中，张恒一出场便是一身酒红色西装，搭配干练短发，沉稳的嗓音，淡定自若的态度，大展职场女强人风范，攻气十足。张恒出道以来饰演过的经典无数，不同类型角色之间，张恒都能演绎得游刃有余。非凡娱乐整理播道。